稳定，非常稳。不是我们开车稳，是极石汽车本身就稳。我的天，那不是那个航空座椅，按摩椅。开很豪的车才有这个功能的。我非常荣幸啊，能成为极石汽车的车主啊，第一批车主啊。是的。我呢本来就晕车，其实我去之前我挺害怕的，然后我每次坐最后一排的时候我经常睡着，就因为车太稳。就是我们走，确实我们走过，开着极石汽车走过很多冒险的路。 对也其实当时我们心里边是不太确定到底成不成，极石汽车给我们很大的安全感。是的，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犹豫，觉得这个路况很难走我们就不走了。我觉得对于越野有极致追求的朋友应该有这份共情的感受。对的，应该会选择极石林。我和唐梦老师呢也是我们极石林一的荣誉车主。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决定哇我们下单一台我们的极石林一的呢？哦，一开始跟我的爱人说这个车是一个保姆车，然后他说我看你们是越野车怎么是保姆车，我说你看的那是七座版六座版绝对是保姆车，而且能当保姆车能越野，我说这个绝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得先开着它钓一趟鱼北京先进趟山嘛，先进趟山钓趟鱼。